2023年，一起可怕的跨国谋杀案震惊全球。44岁的哥伦比亚男医生在泰国富有盛名的满月派对小岛惨遭夺命，残肢遍布小岛各处。而犯下这桩血案的凶手是一位怎么都想象不到的帅气男子。凶手被捕后还自称是因受害者对他太过痴迷，想要强行与他发生关系，才酿成了这样的惨剧。帕岸岛是位于泰国东南方暹罗湾中的一个岛屿，有着全球闻名的满月派对。每个月的月圆之夜，帕岸岛的哈林海滩上都会举行通宵海滩派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齐聚一堂，在沙滩上跳舞、喝酒、玩乐，尽情狂欢。但2023年8月的一次满月派对却让整个小岛都蒙上了一层血色。8月3日，岛上的一位清洁工像往常一样在当地垃圾填埋场里进行着清洁工作。不过今天的填埋场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塑料袋。清洁工走近一看，袋子里竟然装着一个男人的下半身和一些肠子。这位清洁工瞬时被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地报了警。警方赶到垃圾场后，对这个地方进行了仔细的搜查。随后他们在垃圾场的另一个地方发现了另一个装有人腿和一些衣物的袋子。警方马上对搜集到的遗骸进行了 DNA 检测，检测证实这些遗骸都属于同一个人，44岁的哥伦比亚男医生埃德温。警方确认遇害者身份后，就在泰国当地播报了新闻寻人，便于有认识埃德温的人看到报道后可以来到警局协助调查。由于犯罪情节太过残酷耸人听闻，警方在发出寻人启事后，案件就在泰国引发了轩然大波。8月3日晚上，一个刚从满月派对回到住所的青年看到埃德温被谋杀的新闻报道后，便去了当地警察局。而他报警的内容竟然是申报埃德温的失踪。除了申报失踪之外，这个青年还向警方报告了一些自己的信息。他在做口供的时候特别说明，他是在8月2日才抵达帕岸岛的。可他着重强调登岛时间的这一行为反而让警方觉得他很可疑。再加上警方还观察到他的身上有不少割伤和抓伤的痕迹，对于这些伤口的来由，青年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以上种种怪异的地方让警方对这个青年产生了怀疑，并决定对他展开着重调查。随后警方便调取了岛上各个地方的监控，准备核实他的上岛时间。通过岛上的监控录像，警方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青年口供的破绽。监控录像显示，七月底的时候，这名青年就已经登岛，而且他还和被害者埃德温一起去沿海骑摩托车。8月1日，两人还在一家餐厅共进过晚餐。光是这些日常相处活动，就足以证明他们俩之间关系匪浅，同时也能证明青年说自己8月2日才到岛上完全是说谎。警方推测，他说谎的目的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与埃德温的身亡撇清关系。至于他为什么要说8月2日这个明确的时间点，很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埃德温死亡的确切时间点，所以才特意将他的抵达时间延后了，以逃脱嫌疑。更可疑的是，警方发现两人在8月1日共进晚餐后，有监控拍到这个青年在一家商店购买了刀具和清洁用品，而在那之后埃德温就失踪了。警方根据埃德温的死亡时间推算，青年正是埃德温遗骸被发现之前最后与他有过接触的人。综合以上几点，警方以涉嫌谋杀对该青年实施了拘留，并且进行了审讯。审讯一开始的时候，青年拒绝沟通，沉默不言。尽管他不配合警方，但是警方有的是办法。警方决定不给这个青年食物和饮用水，在饥渴的双重折磨下，青年很快就扛不住了，最终向警方承认了自己杀害埃德温的罪行。那么这个青年究竟是谁？他跟受害者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让他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呢？警方的调查也没有因为凶手的落网而结束，相反，更多的问题开始浮现。在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之后，凶手的真实身份再一次震撼了所有人。这个青年叫丹尼尔，29岁，来自西班牙一个著名的演艺世家。丹尼尔的爷爷拥有辉煌的演艺生涯，不仅在西班牙国内地位很高，还参演过法国、澳大利亚、好莱坞的众多国际作品。他的父亲子承父业也做了演员，是知名西班牙剧《时间管理局》的男主角。而丹尼尔作为名副其实的新三代，没有像家人那样进入演艺圈，而是做起了网红。现在他是个网红厨师，经常在 YouTube 上发布自己的做菜视频。这样一个新三代是怎么和整形外科医生埃德温认识的呢？原来丹尼尔和埃德温是在网上认识的，随后从网友逐步发展到线下。据警方调查，丹尼尔关注了埃德温的社交平台账户，他俩在来泰国之前就认识了。
应该是约好了一起到泰国游玩的。那么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丹尼尔又为何会对埃德温痛下杀手呢？对此，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两个版本。第一个是丹尼尔告诉泰国警方，他和埃德温已经约会了一年多了。他俩到泰国之后，他试图跟埃德温分手，但是没有成功。两人在性与金钱的问题上爆发争吵，才引发了血案。第二个版本却与第一个大相径庭。丹尼尔在接受西班牙媒体采访时，否认了与埃德温有恋爱关系的说法。丹尼尔称，埃德温对自己很着迷，一直在纠缠他，还欺骗了他。埃德温假借会帮助丹尼尔投资一家公司，支持丹尼尔的事业为由，在骗取了丹尼尔的信任之后，埃德温又提出想让丹尼尔做他的男朋友。丹尼尔虽然在这次采访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一直在指责埃德温。除此之外，丹尼尔还爆出他被埃德温绑架，被扣为人质，并且圈在一个笼子里，每日供对方取乐。丹尼尔还说，埃德温深深爱上了他，全然不顾他已经有了交往5年的女友的事实，逼迫丹尼尔断了跟女朋友的交往关系，强迫他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每当丹尼尔想要逃离或者想要反抗的时候，埃德温就会开始一系列威胁，例如伤害丹尼尔和他的家人，或者向媒体曝光二人的关系，让他身败名裂等等。第二个版本的陈述虽然不是恋情，但依然是因为复杂的情感关系而发生的凶杀。总而言之，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丹尼尔和埃德温都有着很深的感情纠葛。一时间，外界对于丹尼尔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埃德温的家人却坐不住了。埃德温的妹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新闻简直太令人难过了。埃德温一家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信仰的家庭，这种信仰让他们一直保持着平和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要勇敢为兄弟发声。他指责丹尼尔一直在编造谎言，目的就是想让埃德温看起来像是罪有应得。这种手段下作不堪，丹尼尔才是那个杀了人的罪犯，不应该被同情。丹尼尔和埃德温两方之间的私聊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时间大家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警方也终于出面，对关于丹尼尔和埃德温之间的情感纠葛做出了回应。最后警方认定事情的真相是，丹尼尔对埃德温充满了憎恨，并竭力想要摆脱对方的控制，才策划了这场谋杀。根据丹尼尔对警方的交代，2023年8月1日，他和埃德温在岛上游览观光，共进晚餐之后回到了酒店房间，对他痴狂的埃德温进入了丹尼尔的房间，想要跟他发生关系。此时的丹尼尔正在浴室洗澡，由于丹尼尔对于埃德温厌烦至极，所以丹尼尔拒绝了他的求爱，并在一怒之下推了埃德温一下。不幸的是，埃德温被推倒在地，头部正好撞在浴缸上，当场去世。在看到埃德温被推倒在地，没有了呼吸之后，丹尼尔平静了下来，决定把埃德温的遗体处理掉。他去商店购买了刀具和清洁用品，随后他在酒店房间里把遗体分解，切成了14块，然后分开装在了不同的袋子、行李箱里，扔到了岛上的各个地方。之后，他还花大价钱购买了一艘皮划艇，把一个装有埃德温头部和其他部位的手提箱扔进了海里。两天后，清洁工在垃圾场里发现了装有埃德温骨盆和肠子的塑料袋，这时埃德温的死亡才被发现。案件进入调查阶段，丹尼尔慌乱之下跑去警局报案，佯装成不知道埃德温去向的样子，以此想掩盖他犯罪的事实。根据丹尼尔的说法，他做这一切是激情犯罪，并不是有预谋的。但泰国方面对丹尼尔的说法予以了否认，因为有人看到丹尼尔在埃德温死前就去买了刀，再加上监控录像显示时间，所以警方认定他是蓄意谋杀。事到如今，案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警方的调查还在持续进行，因为还要继续找到埃德温散落的其他遗体部位。2023年8月6日，案发之后的第五天，丹尼尔带着警方去了7个地点，都是他亲到埃德温其他部位的地方，其中包括一个海滩。丹尼尔在那里向警方指出了自己划皮划艇丢弃埃德温的位置。随后警方派出潜水员顺利找到了埃德温的头和手。在找到埃德温的身体组织后，丹尼尔便一直被警方拘留在苏梅岛的一个监狱里，而他本人拒绝保释。警方表示，丹尼尔将被指控蓄意谋杀罪，以及秘密移动或销毁尸体掩盖死亡或死因罪。2023年8月7日，丹尼尔在泰国法庭出庭，庭上他对谋杀罪表示认罪，但具体的审判结果还未尘埃落定。这个案子在泰国、西班牙都引发了巨大的关注。有熟悉两国情况并且持续追踪案情的西班牙网友说，丹尼尔的案子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就是为什么泰国电视台非常重视他。碎尸在泰国是不寻常的，但如果这是真的，
只有泰王能给他减刑，可见丹尼尔重罪难逃。而丹尼尔的演员父亲也在得知儿子余生可能要在监狱度过，甚至面临死刑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出发前往了泰国。丹尼尔父亲在离开西班牙之前，还曾试图联系过西班牙驻曼谷的外交代表，不过并没有成功。但他最终赶上了开庭当天第一架飞机，去泰国帮助他儿子。不知道这位西班牙著名演员最终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但丹尼尔杀人并分解藏匿遗体是铁一般的事实。由于悲剧刚发生不久，案件的很多细节还有待确认，坊间的阴谋论更是层出不穷，比如丹尼尔并非单独作案，其实还有更多同谋等等。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只能静待结果，希望最终法律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关于这种案件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听离奇案件，品百味人生，我们下期再见。